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本期呢，给大家录制一期 FC 超级马里奥刷无限命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大叔曾经给大家录制过一期，但是呢，近期还是有一些小伙伴和水友给大叔留言或者是发私信啊，说这个自己刷起来啊总是不成功啊，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那本期呢，大叔着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里的提高成功率的技巧和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地点啊就是三关一啊，过关之前啊，然后咱们开始呢，你到这里啊最好是有火花的状态，有这个道具呢可以提高成功率啊，因为你需要的是第二个乌龟而不是第一个。然后呢跳跃方面，超级马里奥呢有很多跳跃的高度啊，跟你按键的力度有关，咱们不要最轻的这个啊，不要最轻这个啊，也不要最重的这个，咱们要看这个高度啊，这是最轻的啊，这是最重的，咱们要中间的这个高度啊，要中间这个高度踩那个龟壳就可以了啊。好，咱们下去开始。好，第一下把它干掉啊，然后呢就踩第二个，哎，这样就成功了啊，这样就成功了。需要的注意的就是这个跳跃啊，不要把跳跃按得太死，也不要按得太轻啊，太轻了踩不到，按得太死呢跳得太高啊，一下就把龟壳踩掉下去了。好的啊，咱们应该是刷了，这是多少啊，二三十个吧。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可以在这里一直刷一直刷啊，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好的，那本期 FC 超级马里奥刷无限命的方式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